故事开始啊！说一下这款游戏是2013年的汉化版本。谁？你是什么溜进来的小子？该不会想偷东西吧？这样好奇怪。哦，你认识老爷爷啊？他已经……哦，你还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吧？啊，这怎么跟《物语飘散之山》的剧情有点像？他是100年前的人士。我帮他收拾房子的时候，在书柜上面发现老爷爷的遗书，千万不要进森林。老爷爷的遗书说，他要把阿神交给牧场打啊，他把牧场交给阿神打理。在他到来之前，只有我负责管理这块地，可见你没有什么在管嘛，这个家伙。好的，啊，你就是阿神，哎呦，你认识我啊？哎呦，你还是第一个认出我来的欸。路上有很多我的粉丝啊，你该不会是其中一个吧？搞不好你就是 Bob，你有在看我的影片哦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啊，不好意思哈。啊，这样，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认识老爷的？他是我爷爷啊。这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，怎么样，阿神，旅行好不好玩呢？大自然的风景很漂亮吧？爸爸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子了。那阿生，我们去河边钓鱼吧。啊，阿生，老公，阿生不见了，好诡异哦，在游戏里看到自己。什么？那即将，是谁在那边哭啊？啊，原来你迷路了，真可怜。那。快给我看看你身上的联络牌，我是狗啊！好吧，我帮你联络试试看，是这样子吗？真是不好意思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们是从村里让小孩来看看大自然，所以特地带他来这里旅游的啊。原来如此，不嫌弃的话，就在这个牧场住上几天吧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我是单身一个人，有你们在。这里会更热闹一点哦。如果这时候我们把老爷爷幻想成……啊，不对，虚后不会讲话。对哦。好了，阿神，你可以玩个痛快了。耶！牛欸！耶！马欸！耶！鸡欸！好开心哦！哇！丢石头欸！啊，我的评论卡住了。啊，狗欸。啊，草地欸。嘿，没有记错的话，这边应该是女生。嗨，喂，你一动都不动的，我还以为你死掉了呢。妈，我正好也有空，我来陪你玩吧。还不快点谢谢我！什么女王风范？你怎么都不说话啦？快说说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多大了？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今天玩得很开心吗？开心就好，我也很开心哦，好像突然多了一个小孙子一样。不过你的父母说你们就要回去了，我们就要分别了。哦。这么小就能写信了，那回去记得给我写信哦。我知道了，我们的主角是虚贺，因为我们主角都不会讲话。这是平行时空，现在我们在玩的故事是平行时空下的另外一个物语飘散之森。啊，你这么快就要走了？这个难道说是神奇？真是司机欸，神奇司机！以后你要是有空，一定要回来这里玩哦。这么快就交到朋友了，那么下一次就会有人来陪你玩了。我等着你给我写信。哦，你看老爷爷一直有书信往来啊，见他很久没有回信，所以还这么久来看他，对吧？出了什么事后？
一点都没有照着句子念了。评论又卡住了，我的评论怎么一直卡住啊？应该要开一个就是可以这样自己 refresh 的那种页面，真的是很雷哎。那我应该就可以放心把这个牧场交给你，你明明打算打理这个牧场吗？嗨，好吧，这个牧场就交给你，交给我啦。牧场的工作可不是这么容易做的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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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。你要像老爷爷那样子做一个色色的牧，出色的牧场主啊！我看愣了一下。隔天，吃面包。哎呦，以前玩 Game Boy 都会这样。不行，这样，我记得可以跑步哦。你知道你乱动的时间不会减少？在家里不会啊，这里是无敌时间啊。这是精神时空吗？精神时空。噔噔噔，看电视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对电视吹口哨！你这个笨蛋，他有智能障碍，智能障碍。对，没错，是按下电视。现在是天气预报时，当当当当，新闻快报。现在是天气预报时间，明天开始会有，哎，真的明天开始会下雨。明天在台北这个地方会下雨，预计会下一整天哦。好讨厌！啊，完成什么日历？看一下这个日子，春之日。玫瑰广场将举办年糕大会，我们最快迎接的是什么？春之感恩节，不知道干嘛呀？哈，好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好不想出门哦，好宅在家里哦，好烦哦，睡觉好了啦。是我肥宅物语，是肥宅物语。晚安，我阿苏明。你从早上六点睡到隔天早上六点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记得第一天村长会来找我，哎，怎么办？村长在外面站了一整天。哎，我醒不来了，我醒来了。哎，下雨嘞，好烦哦，我不想。你浪费一天了，你浪费一天了。不想出门，外面下雨，睡觉吧。好累哦。我喜欢那个鸡叫的声音啊！啊，好累啊！啊，我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电视好了。天气预报时间，明天开始会下雨，预计下一整天，好烦哦！睡觉好了啦。村长在外面站了三天了，外面还是下大雨。啊！哎呦，在城市里面买不起房子，哈，随便胡乱一下村长，我就得到一栋房子。谁要出去耕田啊？烦死了！又下雨了，睡觉哦。现在房价这么贵，废宅人生，什么都买不起。每天都有面包吃，哦，每天都有面包吃，吃面包就好了，一天一餐。啊！慢慢慢慢慢慢慢。啊！什么？哎，可以转台哎！哇！发现我电视可以转台，我要重新看，我要重新看。久等了的。现在是天气预报，又下雨，下雨台，这电视烂透。哎，这个电视台根本只是录一个节目之后就24小时播放这个吧？对啊。哎，哎呦，春之日，哎，今天已经6号了。本节是18号有赛马季，22号有料理季。那赛马季好了。哎，快乐的牧场生活 ，Advance 姐姐，什么？昨天教的事情你讲太快喽，按着 B 键还要 A 键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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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按着 A 键再按 L 键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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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啦不什么？不啦可以啊？哎呀，废宅不需要这个东西，跳过，下一台。哦，回来了，一个丰收的不啦不啦，什么山上奇怪的生命体，新节日乱动的啥？出啊？
我只看到最后复活的时刻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哇，哎，啊，电视看完了，好累哦，看点书好了。哎呦，书一览，啊，哦，家计簿的画面，啊，我有家计簿哦。家计簿是要干嘛用的啊？不要吹口哨，你是只会吹口哨的小废宅。家计簿啊，家计哦，按出一些什么令人日记？我这个人最会写，我、哦、按什么？这个人最会写日记了。存档，哈哈，村长该不会还站在外面吧？看一下啊，没有装备。哎呀，不需要什么装备，地图。哦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我家好大哦，还、哎、不错哦。那宝狗，哎，没有村长的动静，啊，那边有一只狗狗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家计簿，我要500块，哈。哎呦，啊，好懒得出门啊，出门一下好了啦。可是家里好像还有信哎，哈，没有信。我就跟你讲吧，其实我跟老爷爷根本就没有交换信件。啊，挂件衣服。啊，袜子放置处。啊哈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那应该是圣诞节，圣诞节那个。好啦，去看一下村长好了。村长不在了。